这什么时候才能到啊？我屁股都快疼死了！前面有警察，救火！等一下，下来，我们要检查后车厢，快点！我们收到线报，说他近期会在历山交一批槟榔，数量巨大，毒品源头来自两江，所以我们申请和你们联合行动。哥，你别睡了，别睡了，醒醒，你醒醒！ 出大事了！什么事儿啊？车没了！什么？咱们第一次运货就丢了这么大一批货，出了这么大状况，不是是个善茬吗？他会饶过我们吗？我怀疑，这次运毒的对象可能是戴文。历山警方发现有毒贩在历山要进行大规模的毒品交易，不知道指的是不是你们？要小心。